御土丁站附近有一个小的鱼市场，跟大家看看。贝壳类都很便宜，鲍鱼2300元，不算很大，不过海鲜几齐。毛蟹呢7800元，400元送啲。后面有水养住嗰啲係生嘅，贵少少啦，不过几大隻，16500元。呢隻18000元，500多元啦。小少少9800元，都是500多元到。小的长脚蟹一隻280元，不过反晒肚啦。有些啱啱死的他们都会减价。香港花蟹700元左右，呢啲攞肉佢係拆埋個殼嘅，600元松啲啦，30多元，1000元，8隻蝦。不過是沒有頭的，大蜆500元4隻，螺呢都不算貴。這種小隻的鮑魚3隻500多元到，30元鬆一點，10元隻啦。有些海草啦，星期日特别多人，大虾解冻250元一隻，呢啲烧嚟食好食，10多元啦，好啊。400多元，睇 size 啦，細隻少少300元都有。魚類都好多，呢啲要買翻去自己劏啦。日本比較貴嘅係呢隻叫 Kinky。980元，沙巴青魚，這隻似是多春魚了，呢边啲蟹都系雪藏嘅，唔系生嘅就平啲啦。100g 300多元，平均一隻1600元左右啦，100元松啲。呢只长脚蟹都系1380元。
八十零。呢種細蟹整面豉湯啦，肉就冇乜嘅啦，可以攞去啲味。好有香港街市嗰種氣氛，呢邊就湯好咗嘅。啲魚名我都唔係太熟。呢一隻啦，燒咗一邊，入邊都係生嘅。卡住，三文魚啊，香港人最中意食啦，千零蚊一嚿，五十零六十蚊啦。有啲蠔嘅罐頭，蟹肉罐頭，日本啲罐頭都唔係太推薦，食過幾次都中伏，麻麻地好食。大魷魚酥900日圓到，60蚊鬆啲，呢啲一條大條700多日圓，好大條。四五十，呢邊都係魚生，唔算好貴，千零嘢鬆啲。後面呢度佢幫你切埋壽司啦，呢隻大盒啲2780日圓，150蚊鬆啲，不過幾抵食。我都想買翻去食，可惜天氣太熱。呢只細盒少少1700日圓，100蚊內。啊，呢只先至係1700日圓喎，應該。超抵啊！最便宜呢隻啦，900日圓。50蚊鬆啲。呢種就1000日圓啦。50多蚊。真係幾抵食。呢種每一種魚類切埋細細盒啦，400日圓一盒，20多蚊，可以自己組合。住呢頭都幾好喎。呢個好抵。煎魚，煎魚本身唔貴嘅，500日圓鬆啲啦。
都有白塊，30多元。蟹腳啊，睇 size 啦，大條嗰啲6000多元都有，細條嘅1800元啦。呢個場唔算好大。啲嘢好齊，好新鮮。如果大家經過魚圖丁，都可以過嚟一試啦。買完之後，自己可以畢一啲冰落去啦，保鮮，攞翻屋企。可惜今日天氣太熱，我都唔想攞翻去。今日睇到呢度。